红色落单了，好机会。反应堆怎么点不了呢？反那么多了，再不快点幻影就要完成任务了。幻影就在前面。团员万岁，我是影子。赏金猎人自建房，正常模式有双狼，队友绿色是女巫，一气呵成进张狂。第一个目标是绝了呀，没想到吧，开局就扫清了一大障碍，去找下一个。队友也没闲着，怎么没人报告？这人竟然是个医生，现在身边没有人了，一会儿追上去就给他来一刀。什么？谁拉的紧急会议？不是，我记得医生已经拖到尸体没救好吗？这粉丝为什么要拍警报啊？啊，对啊，有医生在救人，然后我一直跟着医生正在保护他。离医疗间还有200米远的时候，粉色你报告了。难道粉色你是心里有鬼吗？你诱捕啊？粉色拍报告其实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他想告诉大家他的诱捕者身份，这样谁刀他谁就是内鬼。只不过这轮双刀及时，大家把怒气都撒在了他的身上，这样也好，大家抨击的越激烈，下轮就越没有人敢轻易报告，我们内鬼就可以尽情的发挥了。不爱粉色你坏了我好事啊！我在通讯室下载进度条，就差最后一秒了。哎，粉色嘎叽报告了，我真的是爱死这个粉色了，真的。刚才我差一点我就能把黄色刀了，小猫把黄色刀了。谁是幻影？幻影、啊，天哪，有幻影、啊，赶紧吧，小幻影，关门！不，你别关门啊！你关门这幻影不赢了，赶紧找幻影。等等，有个目标就在身边，可惜 CD 还没有到。拜拜。他去电力间了吗？关门刀？不行啊，有人在旁边。先假装做个任务吧，想办法再找找别的机会。红色落单了，好机会。反应堆怎么点不了呢？反那么多了，再不快点幻影就要完成任务了。幻影就在前面。幻影一枚只需刀一个，否则还得刀俩。关个门让幻影无路可逃。幻影还没碰掉吗？队友出手了。